管以后是好还是歹，我这世人拢要甲这十个人做伙行落去。这傻波身体，唔知会当冻到啥物时阵啊！卖想遐尼济啦，这几个有看。他独自扛起养家的重担。阿母，无你不要去台北，跟我斗三工。你伫高潭那用过半世了，啊！即摆向外台北，你敢有法度适应？他全心全意爱着孩子，用爱温暖守候每一颗心。菩萨，希望哦，你莫嫌我的愿望伤多啦。因为哦，我都是生这么多囝，我的关心一个都袂当少啊。阿燕，2月13日起，每晚8点。